汲取中华医学传承，融汇现代营养科学，纽崔莱养脏牌膳恒片，集萃中西，精粹护肝，主要成分源于东汉医学典著《伤寒论》记载的芍药甘草汤。白芍是滋养肝脏的上品本草，甘草具有调养护肝的传统功效。芍药甘草汤历经2000年养生实践，成为滋养调理肝脏的中医经典名方。纽崔莱养脏牌膳恒片，同时甄选葡萄籽提取物，萃取其优质抗氧化剂原花青素，添加富含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圣优西兰花提取物，提升肝脏活力。秉承传统汉方药艺，创新科技营养萃粒，纽崔莱养脏牌膳恒片，为您多元补养护肝益健。全球营养保健食品领导品牌纽崔莱荣誉出品。